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。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醒醒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真吸毒了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埋下害我还得不够惨吗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我做错了事儿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配合你。你还能怎么配合我？刘伟已经不信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该怎么做？我都听你的，哥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哥，我一定好好配合你，你帮帮我，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哥。进来的，怎么给我滚？哥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滚，滚！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哥，你给我个机会啊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条路绝对安全，可以顺利把货带出绿园。都是山路，路不好走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容易脱身。稳妥起见，还是先找人探探路吧，做到万无一失再行动。行。那至于出了梨园以后具体怎么走，就听刘总的指挥吧。那我们的货怎么伪装呢？我的三分之一在我爸的物流公司，一直有专门的货车配送海鲜。进出货记录都很干净，我们可以在货车厢里做一个夹层。这个车经常出入梨园，跟检查站那帮人都很熟，他们一般也不会查我的车。货在我的车上。出了什么事儿，也有我顶着。刘总，你安心了吗？那就这么定吧。好。那我们定哪一天啊？吴峰让大师正算着呢，应该这两天就有结果了。那我先找人把车改装了啊，先走。突隐袭来，我感觉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身体，尸骨的疼痛，牙齿裂开，骨头断掉，五脏六腑被撕扯。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。
进来吧，不用唤醒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，老冯？云锦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沾这玩意儿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？那身衣服我早就给扔了，我不像你那么执着。云锦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有数的人，你再混，你有底线。我真没想到你堕落成这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一步，可能是钱多烧的吧。我早就想好了，人固有一死，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你也不用管我了，你全当不知道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干嘛？给我去戒毒所。走。我不去。对不起，老冯，但我的事儿真的不用你管。我还有事儿要忙，请回吧。三分之一餐厅的海鲜运输车携带毒品，车牌号是云 TTS 386，1月3号上午11:38进行交易。你是谁啊？喂，喂，哥，狡猾的刘伟不断变换着路线，我也不知道最终去向哪里。我始终能看到后面有车辆尾随，他们不断更换，但我知道那是警方的车，是我回归的希望。经过2个小时的颠簸，我最终顺利到达交货地点。黑总，欢迎欢迎。吴总，久等了。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都没有脱光了给你搜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小不要管。走，快走。
神光月青龙，财气喜重重，求谋百事全，横财也兴隆。大师给我算过，今天是吉星高照，万事顺心，一点都没错。跟吴老板合作就是痛快。哎，严总，你可是我的贵人啊！哎，哪里的话，是吴老板您瞧得起我。严总太谦虚了。哎呀，这话慢慢聊啊，茶要趁热喝。哎，行。雷总，咱们以茶代酒庆祝一下，祝我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这次交易结束后，我还有其他人要介绍给你。
剩下的事儿，赵警官应该都清楚了。好吧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，把人带回去吧。季乔知道战宇已经死了吗？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在万方北里一个高档小区发现了尸块。死者的 DNA 和战宇的吻合度达到了90%，据说他生前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小提琴手。通过调查，死者衣物里发现的打火机属于一个叫严谨的人，此人是本市三分之一海鲜餐厅的老板，也曾是名缉毒警。这个严谨涉嫌一起特大贩毒案刚刚被抓，目前被关在梨园一看。